号在第三节担任球队的先发。哦，前方禁区摆脱了，好球啊！这是避开213公分的空隙，上了非常非常的够水准。很快，前面打到周一翔的手上，好在对方的身上硬是上去，用的身体哦，用身体贴着防守球员哦，然后用左手把这个球放进去。在中华队的正中哦，周一翔的身体，好在对方的身上，这个球没有过。运球展现之后，剩下三秒钟，包括好外围跳投，哇塞，哇哦，哇，这真的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三分线进球啊！外围黄振，谁的球投进？周一翔过去了，找到底线，非常漂亮的传球，哎，这球又找到黄振，再一个，又一个，底线又来了，上篮的步子，扣的步子要踩得非常好，又找到黄振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黄振大号的三分球。